Hello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老罗呢想带我去体验，就是放牧游牧，所以我们今天的活动呢，可以说是骑着马去赶马。然后我现在呢手上拿的就是一根套马杆，但其实我现在内心非常紧张又期待，因为这个套马杆真的好重。那一会儿我拿这个杆去赶马，说赶好多公里。所以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坚持下来。我们现在去找老罗，老罗在马场等我们。这是咱们营地。啊。我们从这儿行进。啊。把这家里的马群，往山上赶。然后，赶到一个地点之后，啊。我们把它稳定下来。再去找另外一群马，一群马应该是分散的，分散在不同的点。我把它们收拢齐了，合拢到一起，再放牧到一个草比较旺盛的阳面，便于它采食。行，那我们一会儿赶马怎么赶呢？赶马是这样啊，目前就是你在左，我在右，你来负责把整个马群向前推进。我们俩的任务是保证马群稳定的向一个方向发展。那前面这个绳是干啥的呀？这绳是套马用的。这真是套马杆啊？真是套马杆。就我今天就是不是套马的汉子？你告诉我。今天你可以是套马的汉子。真是套马的汉子。咱不套马。不见得能套到马，但是可以比划一下。我觉得咱们今天就赶马行吗？对对对，今天我只是咱们介绍一下。咱们套马可能就进行不太了，这个。一旦我们套住之后。他会一直牵着你走，你的机器连什么？我就不是马套我，不是我套马。那也不是，就是他可能会拉着你走，允许你掉杆。大不了就对对不行就扔吧。对对对，不行就扔杆子。行啊，行，我已经开始紧张了，走吧。我在赶马，朋友们。哦。马群，家里的马群和山上的马群汇合。走吧，朋友们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不着急，开始要稳。我今天真的在赶马，朋友们，赶马群要稳定，现在稳定，不要着急，快跑，快跑是没用的，这会儿快跑马就乱了。对，先稳住。咱们往哪个方向赶啊？我们先让它到那个草地上，正北赶。太爽了，哥，过瘾吧？哥这就是手一直没有休息的地方。哎，让你缓一缓，来，你在我后边走，缓一缓。哎，让马它自然往前走，咱俩缓一缓，挺爽哈。太爽了，我已经累了，我汗都湿透了。对，这回你热了。一会儿我们还有任务呢。还有啥任务啊？因为这个相对来讲简单，在我们视线范围内啊。这个就是13匹啊。一会儿我希望你独立找到另外17匹。还有17匹？对对，因为我们要让它汇合。马群嘛，马群就是不断的分散和组合。一会儿我们找的时候，在那个区域，它的栖息地区域，你就瞄着它脚印儿去找马。这太高阶了，这不是闹着玩的呀，朋友们。啊，让它上左边这条路。顺着桥洞进去，哇，让他进桥洞，退一点，退一点，是这样吗？让他进去，对。啊，小心往左，有冰。好。你走右，我走左。
站去，回去，站。我们马上就要进行下一个任务了。啥任务？就是我们把那17匹马收集全。哎呦，太狠了，我帽子也掉了。现在马上已经到我们的目的了，是吧？再有个几百米吧。啊，行。我们开始搜寻下另外17匹了。还有另外17匹。这个我只观察，完全交给你。哎呀，完全交给我。完全交给你。哎呀，哎，我们运气还不错。下面你看，下面有一些。已经在那儿了是吗？我们还差3匹的任务，今天好像任务好像容易了。还差3匹就。但是往往1匹你也要早一天，我们先把这个收拢。走。好嘞好嘞。现在山下的马已经赶到山上了，然后现在我们要把山上的马跟山下的马汇合一下。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台机器看见的就是现在山上剩下的那几匹马。哎，我们现在要去赶这几匹马了。我去那边赶他们。对。哎，朋友们，你们看见了吗？把所有的马啊，都汇集在一块了。哎，走了。来，我们到个高点看一眼啊。好，走。现在你可以用你第一天找袍的那个眼神往北看看，你能不能找着马，因为现在我已经看到那个马了。往北看。对，往北。我咋没看见呢？所以得看嘛，你找袍的眼神你看嘛。嗯，找一下啊。对，因为第一天我们看到袍着的时候是你先发现的，我觉得你眼力没问题。我眼力是没问题，我现在找一找，试验一下。那个树下是不是有匹白色的？嗯，这3匹还在一块呢，在那个一个小树旁边，左边有2匹，右边有1匹。我这眼力还可以，可以。远处看见小点儿，近看才成马。对，我已经看一匹了。看见一匹什么颜色的？应该是红色黑鬃毛的。嗯，然后山上那是个树还是草丛？应该有一匹白色的，我看见了。然后那就是一块白雪，那是个块白雪吗？那就是3匹，哥，那匹白马那是匹白马，那不是雪。左边一匹那个棕色土黄色黑毛的，中间一匹白色的，右边树后一匹那个红色黑毛的。对，现在你找全了。现在找全了是吗？对，现在找全了。哎呦我天，来的啊，左边一匹土黄色。马在你的套马杆掌控范围内了，可以。现在只要迂回到它的后方，把它跟刚才的27匹马汇合到一起，我们就胜利了。对，哎呀，正好他们三个凑在了一块儿，不然我们今天不知道得找到什么时候。我们再越过这个山梁，哎，就看到另外一匹了。啊，现在我们要把这3匹赶回马圈，我现在要稍微超过他们一点点。到他们前面一点点，把他们往回赶，看到没有？把他们几个往回赶。好了，回家了，宝贝们，去，回家了。现在回马圈还有好远好远好远。哎，我手很酸，腿也很酸，脸也很酸，但是我的血液是热的。我的心脏在疯狂的跳动。哎呀，他们往北了。没事，我去赶他们。你这回你可绕过去，从左侧迂回过去。很好，往回兜。啊！回家喽！去。这匹白马不乖，走，下下，这3匹比较顽固，下，好，
好狡猾呀、啊！是。别了，进树林，进树林就难搞了。对，我截住右边，往前，截住右边。哎，哎，截右边。还行还行，赶回来了，赶回来了。哎。嘿、hey, ，截右边，截右边，对，是，对，很好，完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，哎，嗨，对，对，怎么样？咱把马群推到那个平场。行，你往下赶，我从这边，我从这边。好，来吧，下。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下，下，下，太棒了！下，下，哼。哎，别让他往那边走！哎，一，耶，成功了！800标兵奔北坡呀！当个牧民原来这么快乐吗？成功了，哥！啊，一会儿我们沿着这平滩往前，把马赶到草好的地点。我真的感觉我回归大自然了，我好开心。我感觉我现在就是个牧民，你知道吗，哥？他们一直想往草丛里钻，然后我们就一直控制方向，然后把他们从草丛里那个树丛里赶出来，随时根据他们的举动做出不一样的应变。对，真的好，好不一样的感觉，真的好不一样的感觉。而且你后来冲上去把那个树林那个他的那个退路给截断了，非常的快。咱们去北边的草场。好，在。走。哎，这，我们赶得很走，没有掉队的马。这，右边，守住右边。对，不让他走。嗨。下下下下下下，太棒了，稳一下，走，朋友们，上山，去，现在我们要把马赶到有食物的草场。现在已经快到山上了，山上就是他们最合适的向阳的坡，因为向阳的坡的草就比较多，比较好。叫，到草场了，朋友们，到草场了。草场，下，是不是就这了，哥？对，下。那马怎么跑往前走了？没事。现在马群已经跑过去吃草了。哇，太累了。哇，我真的这辈子都没有体验过这么酣畅淋漓的事情。这种就是爽快感和畅快感，只有在我骑车的时候，就是那种大冲坡的时候才有。我太刺激，太解压了，哥，太解压。刚刚真的全神贯注，什么都不想，
我就想着我要把我的马赶到马群之中，然后要把马群赶到草场，赶到要去赶的方向。但是本来以为做不到，但最后也成功了。没有想到磊磊能追逐的这么紧密，因为中间我的杆子断了，最后是杆断了，哥。磊磊对磊磊完成了主要的那个分散马群的聚集。确实没想到你第一次能撵这么准，你还得感谢一下你的坐骑。我坐骑黄彪。对，我刚才已经跟他好好聊过了，在追那个最后那两匹马的时候，我的黄彪感觉就已经坚持不住了，但他最后还是。关键现在你完成任务之后，这个黄彪的鼻息还很匀，就说基本你速度掌握的还可以的，可以。他保存的体力，因为他的鼻息相对来讲，虽然呼吸很大，现在呼吸确实很大的，啊，当然目前的心跳应该在90到100左右吧。可以，所以我觉得我们用这次放牧作为我们这次乌兰布统的结尾，我觉得非常的好。我真的特别感动，我刚刚真的这次体验到了真的这辈子完全没有体验过的经历，无论是露营也好，还是这个赶马也好，真的让我体验到了，就明明乌兰布统离北京也就五六个小时的车程，但完全让我体验到了完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。我住在草原上，呼吸大自然，跟大自然共鸣，然后在这今天骑着马赶马，包括中间有一段都不是我想跑，是黄彪他不由自主就那个不跑，他在那里刨那个蹄子，他就发挥的那种热血的本性，想要就奔跑，想要去释放自己身体里澎湃的能量的那种感觉，真的，我感觉真的给我非常多的感动。哎，骑友词里活着，目标太低了。太冷了。第二次里乌兰布统篇结束，下班，活着，拜拜。出发，回家。